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认识，大家好早，咱再去继续过来讲解极乐净土。啊，要到极乐净土，求求不得，这是千真万确。咱爱有实修，认真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咱终其一生啊！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，咱必须爱认真念佛。除了这个法门以外，无第二个法门啊！各位爱了解。啊，曾经有信徒先生啊，走来问我，因为老师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对倒位去？我讲你对心去，你实实在在去打拼去念佛的所在去。在倒位啦，在认真念佛的所在去，只有这条路尔，无别条路啊，勤修勤行的路啊。若是阮认为讲哇，我有其他的路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讲伊啊，咱爱了解，万人代志拢是靠家己，求人不如求家己，求家己不如求真正家己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回想到民国71年，我病上严重的时，有医生找到无医生，有神问到无神，拼死问啊，求啊求不得，要求一个生啊，求求不得啊，求一个健康，求求不得啊，求一个卖病痛，求求不得。当时我干呐一心就是求尔。四个求，有神就求，啊，有人就求，哦，四个去啦，有药就求啊。结果所得的是啥物件？病苦，心也不安。我这话深深体悟到佛说阿弥陀经的诸苦、众苦，哦，众苦，这个就是八苦：生之苦、老之苦、病苦、病苦。啊，病苦嘞，要未死嘞，知影死要滴倒去啊，死的苦嘛够伊啊，这求求不得之苦啊，佫煞嘞爱别离啊，佮是亲人吼，佮、哦、是大人吼，囝别离啊，所以人伫世间讲起来是真无价值，但是咱来认心，咱来学佛，了解着佛法的真理的时，你会感觉人是真价值。咱一个人在破病的时，咱就是在让人反省忏悔的时啊。咱一个人在病的时，敢那嗨，咱来了解上天佛菩萨的慈悲，让咱会破病。一旦好破病呢，咱普通时，逐天咧哭哭肿，逐天四个走，四个肿，东求西求咧，结果袂记咧救家己。袂记你求真真正正的家己，所以伫病院挨挨杂杂，安尼喊大机车、小机车咧，啊喊咧，咱袂晓用一个咱的清醒的头壳，咱来做一个反省、忏悔咱一生，自捌代志到即摆，咱爱去做一个反省啊。人毋是圣贤，咱爱忏悔的代志有够济、有够济咧。啊，曾经咱一位老菩萨。伊病真严重，台中定清病院啊，我着去遐看。去遐看的时啊，阮老师啊，我足艰苦的啦，我知你艰苦咯，我毋则来甲你看。
吼、哦，认真念佛啦、啊，啊，我念袂落，我足艰苦，我念佛念袂落啦。哎，念佛啦，好，我想你过去的代志啦，我想唔敢想，我较爱听到话，我若想想到过去啊，因为我都太精神。啊，太精神嘞！到尾遐精神哦，精神人啊，精神心啊，人头啦，也是精神头啦，人形啊，你一定要找我讨笑，所以我拢唔敢讲，我足艰苦个，我只目睭金箍箍，那目睭眯咧就看到啊，我就想着我足痛苦个啦，几下讲无困啊了，你知无？我知啊，那唔知，那无我来看你，你有一神经。你吼、哦、过去唔知杀业定定啊，所以你今日一病，拢是因因果果。但是啊，咱有这个因，有这个果，现在这个果苦的果呢，化于无形，化掉了，念佛这条路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这边念佛啦，这边想过去的代志，唔对代志，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做主，我过去某某人什么代志唔对去啊？好，我失礼，甲你某人回失礼，请阿弥陀佛做主，你就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你若看到个亲戚朋友过去物件借无行的，你就啊某某人物件失礼，我无哪行呢，袂记得行呢，还是我有贪心歹行呢？你请佛祖做主啊，好某人我行你啊，歹势失礼，你甲一直回失礼，一直回失礼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华光光能点嘛精，老菩萨。疼，怎定呢？哈、啊，幸福骨折的酸抽疼，怎呢？怎就放下，精神好起来，面红个赤字起来。我讲老菩萨，你才真正嘿。你起咧反省忏悔心有我有，你伫个讲，我着咧想伫忏悔啊。我一定要安尼做。我趁着我伫待伫丁青病医家的时间啦，我会当好好啊做一反省忏悔。所以我要大家大便宜做忏悔那是修行，那一面念佛，经过半个月了，啊，伊就安尼出院了，出院呢，身体真健康，医生开药啊，食会行，住会下，食会行，因为咱人的业障伤重，业障伤重的时啊，咱药啊食袂行，罪业伤重，罪恶伤重，哦，所以咱无一个忏悔心的时啊，咱药啊无老食。只有老菩萨起一个欢喜心、感恩的心，念佛啦。迄、那个救生救会到，那么一般无一个忏悔心的人，你要救生救不得啦，要救活救一点咩啊，救不得啦。各位是方正知识，哈、啊，咱佛法之妙啊，咱佛法唔是拜拜尔，拜拜是尊敬所有一切神菩萨。如来掌定因的慈悲心，咱上重要对日常生活。咱宗教唔是迷信的宗教，咱宗教是教导大家爱尊敬圣贤，佮尊敬所有修心养性的人。然后咱以遐做模范啊，咱家己来修心养性，做好事，讲好话，行好路，做好工课，咱唔通胡乱甲人。侮辱摸黑掌顶啊！咱修行是爱。感念师恩，台南道场第22届诵诗疑云。咱唔通胡乱甲人侮辱摸黑掌顶啊！咱修行是安尼呢。结果真侪人对修行的定义啊，拢是弄唔到去啊啦。甲宗教弄唔对起，包括政府的真济官员嘛是无智慧，甲宗教看作好拜拜神，吼看作宗教是伫骗钱的所在，千错万错，无智慧才会安尼想。宗教的启示教化，咱爱尊重生命，爱尊重大众，咱爱也要尊重这国家，爱要尊重团体，爱要团结一心。为大众来服务，啊！宗教是叫人爱有慈悲，爱喜舍。那么目前台湾宗教啊、哦、一大门派，哈、哦，咱的主席功德会示现伫台湾的社会，哈、哦，就予人了解讲宗教的真意在哪里呀、啊？宗教是奉献，
宗教是慈悲喜舍，无所求、无所得的，拢是完全奉献。啊，那么求是啥？求一个心安啊，求一个欢喜心而已尔。宗教的人，咱的爱正确的认识，所以希望咱政府啊，吼，也是咱民意代表，真正民意代表、中央民意代表无智慧的嘛，足侪。拢甲进入宗教是爱伫趁钱，另外伫门路错去啊，罪过啊。所以咱了解，咱人伫世间求不得，你求啥才得得着？要求去西方，无念佛得袂着啦。你要求健康，家己平常时若无保养，你嘛得袂着啦。你要求讲啊，大众会当相信咱。选举到啊，要求讲啊，大家投你一票，你若人格无起来，无一个圣贤慈悲的心啊，你得袂着啦，求袂着啊啦，是不是啊？那么，咱要求大众社会平安，你若要选入这个民意代表者，吼，你若无选到有能力、有贤人哦的人啊，你要求到社会安定，求袂着啊啦，这拢是苦。所以万项代志，将自己自心去做起，提良心提出来，咱台湾这片，咱就会成为净土。世间的万项代志，求的人有够多，大家拢会求，有是求大求小而已尔。但是求咧，咱啊大公无私的求，佛菩萨才会甲咱护持，才会甲咱护念，甲咱护念。啊，才会间舒服予咱。咱若大公无私啦，吼、哦，咱只安尼去做一事啊，咱免求嘛是会得着啊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吼、哦，伊讲老师啊，啊，神毋知伫倒位天边海角啊，见求咱拢无听着，拢无感应啊，我甲下愿天边遐拜呢，咱拢无甲斗保庇啊。我讲你这无可能保庇，假使我有机会。有做神，你按求我，望不到你保庇，因为你所求拢私心，无大公无私的心，你拢无为大众设想的心，你逐项为自己来求，神佛含鬼都唔敢甲你斗相共哦。个神佛呢？神佛是知影因果啊，神佛是重因果啊，鬼伊嘛有重因果咧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世间咱万项要求。救不到，只有修心养性，做好代志。那无者，咱无可能有所得啊。死要求嘛，求不得啊。啊，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，啊啦，六七十岁啊，那么老师啊，念阿弥陀佛要创啥啊？我真简单，上土的就。这都无效啊！那好，我求念阿弥陀佛，唔着保庇我赚偌钱，保庇阮囝做官，保庇阮孙啊读册好读册，保庇阮的这囝安怎，三个囝拢一直保庇。我你偌济好佛祖，要甲你保庇啥？哦，是求心安，咱自己上心比心，求自己的良心，佛菩萨。一定都会给你到支持，给你护念，咱免求主人都会得到啊。所以咱大家伫世间，吼、哦、八万四千种的烦恼，求求不得的烦恼是有够侪。每一天定伫咱身躯边，每一天伫咱的念头，时时刻刻伫咱的心内，求求不得。所以求一世，无简单呐、啊。咱另外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八十九岁咧，才走来皈依，走来皈依啊！我讲你今皈依以后咧，哈、啊，你若要死，会真好死。个老师，我就是求这项尔，但是如何好死？念佛阿弥陀佛，认真念阿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八十九岁等于我送一个佛珠开，吼、哦，咱咧皈依的时候，我来送佛珠开嘛，我咧叫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直直念念念念念。念到一经过，过无偌久咧，差不多过三四个月后咧，甲遐囝讲，我要来转，因家都厝都是遮要来转，也要来转啦，莫啰嗦啦，
我要转就是啦，你甲准备啦，车车啦，吼啥拢甲准备啦。你出到车要准备车，啊，连台啦，连火啦，吼吼，气派啊咧！我要转就是啊啦。啊，囝，到尾听，哦，是大人，伊就化要往生西方，要转去西方，伊就念南无阿弥陀，伊看到西方叫做世界，就是引导。所以啊，叫遐囝仔孙啊，拢带我来翕相。翕翕的咧，哈衫裤穿穿的咧，翕翕的咧，欢欢喜喜头搞一转去啊！阿姨甲遐囝讲，我去皈依吼，你阿老师讲，我系足好死的嘿。所以死死嘛求不定的，你要求会好死者，咱爱念佛啦。生死是有天注定，但是生死啊，咱要生嘛是无简单。咱要求一个好的家庭来出世的，嘛是无简单；无好的福报嘛无简单。所以咱的喇嘛呢，吼来活佛啦，伊就是修修持啊，伊叫我着求着生，求着死。那一般咱大众要求生求死是真困难啦。那么要求生求死啊，咱就认真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只有这条路，无别条路啊！阿弥陀佛。